梯田，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西部月亮山腹地的家榜乡东北面。梯田总面积近10000亩，像一幅巨大的彩色画卷，诉说着苗族人的世代变迁。家榜梯田气势磅礴，线条优美，初夏时分在阳光和薄雾笼罩下的梯田，透露着神秘而飘渺的绝美风情。从空中放眼望去，田中有水，水中有光，光中有影，影中有人，种种景象交相辉映，构成了人类与自然的灵魂之作。每年五月是家榜梯田插秧的季节，绿色的稻叶，褐色的土地，银色的水面，白色的云团，此时的梯田就像一张浓墨重彩的油画，既真实又梦幻。而田间的苗乡吊脚楼，辛勤耕作的家榜人，为这个世外桃源增添了生活气息。相传4000多年前，苗族的先祖带领族人来到这里挖山造田，开始了他们稻饭渔歌的美好生活。苗族的先辈们通过一代代人的努力，把山峰改造成了雄伟壮观的梯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吊脚楼周围鸡犬声声，屋内热气腾腾。家榜人开始准备丰盛的晚餐，香猪肉、糯米饭、稻花鱼、蒸鸡、腌鱼，一桌地道的农家菜很快出炉。喝一碗香甜的米酒，抓一把软糯的米饭，大快朵颐。家榜梯田和家榜人相互依偎，成就了世间最质朴平凡的幸福生活。